我上哪儿去啊？哎呦，我有你早就出路了，看我这睡觉，不管我自己跑了呢。哼，哪会是我？那是你。啊，这，哎哎哎嘿嘿，你既然是这么说呀，啊，福建你心里头啊，早有这种打算了。范天宝，他我老人家是慈悲为怀，诚心想拉你一把，看样子嘛，呵呵，我呢？ 这份苦心是白费了，你呢是头上长疮，脚底板流脓啊，已经坏透了，没药可救了。哎哎，崔大葫芦，你看你扯到哪儿去了？哎，我不过是他睡着了，我醒来看不见你，心里一着急喊了你几声。哎，我这是关心你啊，咱们是患难的朋友啊。哼，这有道是啊，眼斜心不正。 你看你啊，跟我老人家说话，这个眼珠滴溜滴溜乱转悠，心里打什么鬼主意？哎呦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！我打什么鬼主意？我樊天宝生来呀，哎，就是忠厚老实，我是既爽快又热心，从来不坑人害人。我打什么鬼主意啊？我，哼，瞪着两个眼睛说瞎话，樊天宝，嗯，我告诉你。 打从今儿个起，你改了便罢啊！要是再做那种缺德事啊，我老人家可没有过去那么好说话喽。嗯，好，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叫门，你就尽管瞪眼看着我好，啊！嗯、哎。 这你每天除了教训我之外，你就不能说点别的，啊？跟你这种人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哎，想办法出去啊！被困着好几天了，你就一点都不着急呀？什么？我不着急啊？啊？他我不着急，我跑到后边，我干嘛去了？我还不是想找条出路嘛？哎。 哎，我倒有个法子，可不知道管不管用。这，嗯，山上每天给咱们送吃送喝的那位朋友，看样子对咱们可不错呀。哎，你就大叫的几声，把他喊下来，不就带咱们出去了吗？嗯，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他不是高冷的人。
他既然不是高老的人，那就没问题。只要能把他喊下来，他一定会带咱们出去的，省他每天给咱们送吃的送喝的，那他多麻烦呢。套用你那句话，这什么节骨眼儿啊，只好是死马当活马医呀，就试试嘛，啊，试试嘛，好好，我试。喂，山上这个朋友，谢谢你呀，每天给我们送吃的送喝的来啊。哎哎，你呀，索性这个好人做到底，带我们出去，哎，怎么样啊？喂，看你要是不答应啊，就连你每天送吃的、送喝的，那人情也没有了。哎呦，不不不不不不，哎，崔大葫芦，你怎么这样跟人说话呀？那怎么说呀、啊？你把人惹火了，这以后人家不送吃不送喝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哎，他既然你比我会说话，那你自个儿为什么不跟他去说去啊？啊，我啊啊！大胡子，你怎么了？我不是人影啊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啊，哎，一定那个朋友来了，给咱们带路来了。这我瞧他一追呀，追追追追呀！咱们呢，把人给追丢了。丢了就丢了嘛，反正我们已经出来了，也不再需要他来带路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这坏心眼儿又露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怎么？哎，人家呀、啊，把咱们给带出来，就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啊！你怎么说这种过河拆桥的话？哎，崔大葫芦，你又误会我了。这，我这不是过河拆桥啊！我是体谅人家呀，人家不愿意跟我们碰头，我们干嘛老死盯着人家呢？这叫君子不强人之所难呢、啊、哼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崔大葫芦处处想抓我的错，要是他知道我挑拨他跟高姥姥反目的事，那还得了啊？看来这唯一的办法就是找机会溜。哎呦，潘建宝！啊，这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小子这张脸呐，简直是千变万化啊！嘿嘿，一会儿又是喜，一会儿又是愁，一会儿又是横眉竖眼的。照实的说啊，你心里又打什么鬼主意？哎呦，崔大葫芦，嗯。你总是对我疑神疑鬼的，这我多痛苦啊！哦，我刚才是在想啊，前面这排房子不是高姥姥住的吗？嗯，这我心里恨这个老婆子。哦，那天你们比武打成了平手，她蛮不讲理，把咱们困在刘翠谷，一困就是几天呢。照理说呀，你崔大葫芦该抖抖威风啊，翘着脚骂大街，把他骂出来，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嗯，你呢，好在一旁瞧热闹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嘛。哎，我惹不起那个老婆子，我只有靠你给我出口气了。哼，你们的本事可真不小，竟然逃出了刘翠府。崔大葫芦，是谁带你离开刘翠谷的？是土地爷。胡说。哼，你被困在刘翠谷这几天
还有这么好的精气神，我想不但是有人把你们给带出来，而且还有人管你吃喝，对不对？没错啊，这个就叫做吉人自有天相。哎哎，对了，高老婆子，赶快把你的徒弟给我交出来，给我老伴苏月清偿命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把你那个音乐壶踏为平地。放肆！崔大夫，虽然我的徒弟犯了错，可是我已经处罚了他，你竟然敢到音乐壶来撒野，你简直是得理不饶人嘛！哎哎哎，老婆子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是说，你已经处你徒弟了？不错。哎，你不是说什么要抓着我崔大葫芦，给你徒弟出气吗？这谁告诉你的？哎，听你这个话意，如果我崔大葫芦不到你音乐壶来，你还不打算跟我翻脸是不是？哼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我干嘛跟你翻脸呢？要不是你上门来找茬，惹火了我，哼，你知道，我这个人是没事儿不找事儿，有事儿不怕事儿。哎，照你这么说，范天宝那小说话不可靠。哎，范天宝，哎，范天宝。你给我站住！哎，潘建宝，你跑那儿给我抓着去！哎，潘建宝，越老越疯癫。到了。你是什么人？竟然到映月湖来？在下武玉，我家主人呢，有几句话命我转告姥姥一声。哦，你家主人是谁？武平。五爷认为崔大葫芦的本领十分的高强，不能为五爷所用的，未免太可惜，所以想请高姥姥代为说服他。哼，五爷虽然名头不小，可是他找错了人，我高老婆子不是随便让人使唤的。哦，要是有利可图呢？嗯，有利可图？只要你能说动崔大葫芦听命于五爷，五爷就保证你的映月壶永不受到任何的骚扰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五爷保证倭寇不到这儿来抢夺？不错。可是那个崔大葫芦的脾气又硬又凑，五爷怎么知道我能够说动他呢？别人也许不能，你的话他一定会听。嗯，因为25年前呢，你们曾有过一段不平凡的感情。住口！这是谁告诉你的？姥姥别生气，五爷是无所不能，什么事儿也瞒不过五爷。五爷要是没有十分的把握，也不会找上你的。姥姥，这个条件不算坏，您要是拒绝了，以后会后悔的。嗯，这件事我得仔细的考虑考虑，到时候再答复你。当然可以，姥姥请。五爷，那个老婆子八成上钩了。崔大葫芦一旦投效了你，咱们就又少了一个劲敌了。属下明白，您还有一件心事未了。关于那个邹小瑶，您尽管放心好了。既然您赏识他，属下一定想办法说服他就是。
小二哥，你知不知道这音乐湖的路啊？忙着吃喝不知道。啊？不知道啊？嗯。那么我们怎么去啊？哎呀，你不会问吗？问谁呀？这出门在外，第一件要学的事就是问路。这谁也不能说第一次出门就跟仕途老马一样，要到哪就到哪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就要问呢，伙计。哎，就来了，就来。哼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客官，这是刚才您吩咐的，准备带走的那四两老酒。谢。二位客官，您还要点什么呀？不要了，我们已经吃饱了。我是要问你，这上映月湖怎么走啊？啊，我去过映月湖啊。这条路啊，可真难走哦。说远嘛，不算远。只要出了城啊，您走3个时辰就到了。假若要是迷了路的话呀，那可有的瞧的喽。那要走7、8天也到不了啊。哎，伙计，你既然去过，那你们干脆告诉我，我们怎么走就可以了。是啊。哦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媳妇儿呢，她是这映月湖的人，她每年呢，我偷偷陪她回娘家一次，到如今呢，我成家整整10年了，映月湖我去过10次啊，可是呢，这个路我还是记不住啊。啊，合着你是根本不知道啊？也算我不知道吧。哎，对了，小二，那这样吧，让你媳妇儿告诉我好不好？不成不成，我媳妇儿那3天前才生了个胖小子呀，那现在正在坐月子，不能见外人呐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去吧。是是。小二哥。怎么办？再问别人呢？要是别人也不知道呢？哎呀，啊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干脆不要去映月湖好了。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嘛，我是说，你看，像我们连去的路都不知道了，那到那儿我们也不知道公子在哪，我们怎么找到你？那很简单呐，我们一到映月湖就去问高姥姥不就成了吗？不行啊，高姥姥啊是苍翠烟的师傅。他才不会告诉我们呢！啊？客官呢？刚才这封信是刚才有一位大爷在临走的时候啊，在我柜台写的，叫我们送给您。是哪位大爷？哎，就是刚刚坐在那儿来的那位大爷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你啊！甭客气，甭客气。伙计啊，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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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刚才坐那边那个人，你有没有留意？没有啊，你呢？你看见了什么样的？我也没看见。嗯。来来来。哎，小海，有了！刚才那个人把那个去映月湖的路都写在这纸上了，跟我走。来，小海，钱在这儿啊。这么多呀，这位客官真大方啊！哎，客官，您请坐啊。小二，我问你，刚才是不是有个人跟你打听怎么去映月湖的事？嗯，是啊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快说。是。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哼，我刚才得到消息，有人要闯映月湖。你快说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这就奇怪了，映月湖也不是你们的家，谁全都能去啊？嗨，我告诉你，我老丈人就住在映月湖，你看你这凶巴巴的样子，你说不说？哼，你干什么？你想欺负人呢？我就是不说。你要再不说的话，
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住手！好，看你们几位好像是镖行的朋友，怎么想打抱不平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居然敢欺负善良老百姓，看我好好的教训你！我今天倒要掂掂你们几个人有多少的分量。料还想管闲事，跟我莫运飞动手。我一定要知道，快，小罗，小罗，快告诉我，冷公子他是不是出了事？快说！好，狄公子，冷公子他已经掉下去了。咋办啊？他掉下去了。狄公子，不是的，小罗他胡说。只不过是我师兄，他还没有到水面的时候，绳子就断了。不过你放心好了，以我师兄，他很懂水性的。如果说湖水很深的话，我师兄不会有问题。如果说水浅的话，他也不过受一点轻伤，你放心好了。冷贤弟，冷贤弟，狄公子，都怪我不好，我没有把绳子绑紧，我也不好。要是冷公子死了，那咱们也只有在这边等死了。小罗，快，快去接点水来。狄公子，狄公子，哎呀，李姑娘，这石缝里也没有水了，怎么办？狄公子，别。
师姐，师姐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，可是啊，你可不能责怪我哦。什么事啊？哦，我啊到芦花鳌。你到芦花鳌去看冷寒川是不是？不，我虽然是很想去看他们，可是我只走到龙背驼就迷路了。不过我看见了五爷。五平？嗯，是的，那时候啊，他正在跟两个人说话，好像在吩咐他们做些什么事情。师姐，我发觉他的侧影啊，好像有点眼熟。哦，你说武平是谁呀？他我是谁呀？哦，我忘记了。夏掌柜的，前面有贵客拜望高老了，请你马上去一趟。该告诉师姐呢？万一我看花了眼，说错了话，以师姐的脾气，一定会认为我存心骗她的。算了吧，我看还是别说的好。拆穿他的真面目，走。是你？桑大掌柜，多时不见，别来无恙。风铃客，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花厅里呢？特地来拜望桑大掌柜。哦，哼，风铃客，你少在这装模作样的，你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。什么？哼，莫云飞，你竟然敢口出不逊，侮辱我风铃客！哼，你害死了无辜的周姑娘，我不但要骂你，而且还要你替他偿命。慢着，商大掌柜的，这究竟怎么回事啊？你只要能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会一个人在这花厅里，我就可以相信你不是武平。原来你们是怀疑我是武平。虽然我听命于你，可是你无缘无故害死我的师妹，我不能就此甘休。嗯，哼，风铃客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你既然敢害死了周姑娘，为什么又不敢承认呢？我没有害死她，我为什么要承认？哼，莫云飞，瞧你这副表情，这玉娟死了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，嗯，哼，我问你，吴阳曾经送你一只玉狮子，有没有这回事？不错。
你也曾经送给卢九奶奶一只玉狮子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桑大掌柜的，你以为天下只有一只玉狮子吗？瞧瞧，这是什么？现在，二位还以为我是武平吗？嗯？哼。可是你还没有向我解释，你为什么会一个人在这花厅里呢？这有人特地要邀请我来，我能不来吗？嗯？是谁？是我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风铃客第一次到映月湖来拜望我，特地带了许多珍贵的礼品来送给我。我嫌大厅人多，开箱看礼物太显眼，所以我特地命黑妞把他请到这儿来。你们也太不懂规矩了，怎么可以对我的贵客横眉竖眼的？要是给我得罪了贵客，哼，可别怪我翻脸无情。胳膊已经完全好了，完全好了。那这么说来的话，我这接骨的手法还算说得过去了，可以称得上是高明之至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承蒙兄台救了在下，可是在下如何落水，兄台从来没有问过，而在下的姓名，兄台也只字未提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要是问你的话，那你岂不反过来要问我了吗？嗯，好。原来兄台也怕暴露身份，所以才不愿意问我。嗯，不错。这是为什么？这你也要问？有备成常理，当然应该一问了。我可以跟你说，我救你是一种巧合，也是一种缘分。我并不希望我救了你一命而你来感激我，所以你也没有必要知道我是谁。兄台，也许在下已经知道你是谁了。袖剑一把，一顶斗笠，一袭布衫，十年磨剑，武林皆可，到头来却把涕泪抛弃，落拓江湖。阁下莫非就是袖剑曹气？好好眼力，好眼力。不敢当。冷兄，你我也早已经知道你是谁啊。冷兄，这是一张前往窦仓的地图，你赶紧拿去，去救李姑娘去。曹兄，这现在你先不要问我，这张地图我是从哪儿来的，日后你就会知道了。至于狄公子那儿，你放心好了，已经有人去救他了。后会有期。曹兄，大恩不敢轻言谢辞，分手在即，请恕在下冒昧的提醒你几句话行吗？哎，郎兄，你这么做不嫌俗气吗？曹兄，
虽然是中年心事浓如酒，但多愁善感却非我辈所宜。曹兄，何不放眼看看这辽阔的映月湖，这心胸也就自然开阔了。白兄，谢谢你告诉我这几句话，我会记得。曹兄，别忘了秋华楼中有人恨君犹似江楼月，待得团圆是几时啊。见过你。冷兄，你不为我在担心，你要知道，其实这商翠烟并没有将你完全让给那李素莲。告辞。这怎么能怪我对你起疑心呢？谁都知道风林客一向是吝啬成性、视钱如命的人，这回你会送家世这么重的礼品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吧。哼，不错，令师的脾气要不是那两箱珠宝和彩缎，别说我想来做映月湖的贵宾，就是连大门也跨不进来一步啊。哦，你费那么大的事到映月湖来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只是想跟桑大掌柜的谈一桩交易。哦，风铃客，你送给家世的这些礼品，总不会想在这笔交易里收回老本吧？嗯，这个你放心啊，这会儿我是一反过去的常态，做一次赔本的买卖。哦，令弟桑杰在寒舍一切均安呐。原来桑杰是你掳走的。哎呀，严重严重，我只是请令弟到寒舍小住几天，那怎么能说是掳走呢？啊，你想拿桑杰跟我交换什么？李素莲。不错，看起来桑大掌柜的好像已经猜出我的心事。何止是猜中，我早就看透你的心事了。那感情好，我可以省掉很多的口舌了。桑大掌柜的，怎么样，答应还是不答应？我是可以答应你，不过那得等我问出金凤凰的下落之后，我才能把它交给你。桑大掌柜的，这李素莲的脾气我是十分的清楚，要是她不肯说，哪怕是你逼死她，她也不会吐露半个字儿。哼，你这话倒是不假，她到映月湖已经来了不少日子了，就是不肯说出金凤凰的下落，把我惹急了，我就要他的命。哎呀，既然这样，又何不让我把他带走呢？再说你要是要了他的命，这不是给冷寒春一个画饼吗？风铃客，难道你以为我会怕他？哎呀，你怎么会怕他呢？我是说，与其是让他恨你，倒不如让他来恨我。桑大掌柜的，我够周到吧？啊？哼，再周到也是替你自己打算。嗯，我不领情。好好好，不管怎么说，桑大掌柜的，你究竟答不答应我把李素莲给带走呢？凤林客，
如果你能应付得了我师父，这件事情我可以置身事外。好，咱们就一言为定。三大掌柜，我现在能不能先去瞧瞧李素莲呢？风铃客，这件事情我已经置身事外了，还问我干什么？不过，风铃客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条件？我把李素莲交给你之后，你得替我问出金凤凰的下落。这个你放心，我风铃客一向是言出必行，只要我发现了金凤凰，立刻通知你。这也算是一桩交易吗？当然。好，那我就相信你。你风铃客也只有在谈交易的时候，才会信守诺言。嗯。来救你，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呢？就算我能逃出映月湖，我也活不了几天。你快走，我不想连累你。李姑娘。蓝堪春，李素莲曾经被我点了环跳穴，穴道不紧。他自己也说，过不了多少天就会死。是你带他走，眼看着他死呢，还是把他交给我，让我救他的命？不，不要把我交给凤林客，我宁愿死。李姑娘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蓝寒春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别那么婆婆妈妈的，爽快的说，是你带他走，还是让我带他走？嗯。眼看着李素莲徘徊在生死边缘上，冷寒春会向风铃客屈服吗？面临绝境的狄虎、吕盈波、李小罗，能不能够绝处逢生呢？呼之欲出的武平到底是谁呢？请继续收看《金凤